潘玮柏2020年抛出结婚震撼弹，闪取有中国最美空姐之称的 Luna， 随即留言四起。中国富二代王思聪更在朋友圈发文：“我服了 ，Amy 姐还是厉害，身边两名大将，一位嫁给天王郭富城，一位嫁给潘玮柏，太有实力了。”暗指 Luna 是天王嫂训练营的成员。虽然潘玮柏发声明护妻，但 Luna 当时并没有正面回应。事隔两年后 ，Luna 近日终于打破沉默来解释了 ：“Amy 是90后南京人。”和我是老乡，在南京大学的时候，我去电视台面试一个综艺，他那时候是江苏电视台的工作人员，所以认识了。后来因为是老乡，我刚来上海就一起玩过几次，大概2015年前后至今，差不多有6年左右没有见过了吧。间接否认天王嫂训练营的传闻， Luna 还说道：“不是所有谩骂和诋毁都要去告律师和一个个去解释，我不是活在网络上的人，如果我想解释这些无厘头的谣言，我早就登大爆了。生活是自己的，有人信我爱我支持我，我就很满足了。”是的，只要老公潘玮柏爱他信他，旁人还有什么资格议论呢？